Ready to start. The hunt again.
OK。老师现在是大国，现在是有两个，有买机票，对不对？要有钱，对不对？要有时间，对不对？所以实际上很多的这个经理人没有办法直接碰到这个大国或者大国，所以我们要有一些一下子可以看到这个大国的一些阶级。那或者是玻璃渣口径，可能我们现在目前没有办法这么容易知道，但是借用的。Thank you.